那个期待的时间已经到了哈，就是我们都是从两点开始排，两点排到四点，那现在剩下差不多八分钟，所以排这个很辛苦，这个政府哈，那个政策应该要改一下咯，进多一点嘛，对不对？那么少干嘛？大家排的，热死了，累死了。哦，这里就是我们的大树长龙哈，61号，61号。那现在我们来看，剩下八分钟，看排到哪里哈？观众看排到哪里？好。好，八分钟，你看了哈，来到这个益民诊所，然后妈咪，好，妈咪这边都还有人排饭哈，宠物公园，哈，宠物公园。一直到无锡站，宠物公园都还有人排哈，宠物公园到爱林诊所，爱林诊所，然后这边是无锡站，就应该是排到这里的最后了，因为。这个他可能有跟他讲说这边是最后，所以这边就是后面就没有人排了哈。所以辛苦的排两个小时了。是值得的，是值得的啦。这就是大树，长龙药局今天排的情形哈。你也来排哦，你也来排哦，哎呀，好，都准备好了哈，准备领了。